rewind， 我没看到那一段。你没带手机吗？哦 ，Cindy， 我们姐妹一场，不可以一起看吗？我真的想看那一段，那个家婆怎么对付那个小三，快点。我不是很喜欢这部《玫瑰的诱惑》，我想追江赫欧巴演的《从天亮开始》。你可以追两部啊，一起。嗯，网络时间有限啊。哎，以前不管什么剧，你都是第一个看完跟我们说剧情的。怎么，你老公没有给你网络时间吗？就是咯，以前他一个星期啊 transfer 7个小时给我，上个星期就 transfer 4个小时，这个星期更少，就 transfer 2个小时，我这样子怎么追剧啊？你不是说你老公不常上网的咯，为什么不给你时间呢？我怎么知道，我跟他发过牢骚，他只是说用完了，不够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有点像玫瑰的诱惑的剧情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你老公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？有啊，他就经常拿手机进厕所，然后很久不出来。嗯，